Love Everything 里面也有很多的美女，刚好他们刚刚在这个研究一些下一季的设计的话题，所以是在闲聊吗？刚刚对啊，我们在闲聊，在闲聊是不是？不过Lin呢，可以来建议我们，就是说在比如说你们这一季有什么样的主题，而且有什么样的流行，可以推荐给很多的上班族粉领子。比如说我们先看白色区好不好？好啊，你可不可以针对我们，像他是一个 CEO 一个主管，他要穿什么呢？就是要正式一点的衣服，而不是像这种太太逛街。哎，怎么讲？可能就是白色上衣的话，可能就是我们建议雪纺的。来推荐一下，比如说王珍妮适合哪一件？雪纺的。对啊，我刚自己还觉得这个很适合我哦，这件很美啊！你看我有没有很会选？果然是主管。那如果像我这种低调的巨星，走在路上应该要穿什么呢？很穿简单的 T 恤吧。真的吗？这么低调？低调吗？但毕竟还是巨星哦。对，就是还低调巨星感。可以就是穿简单一点，然后搭配配件。选一件。哇，好简单！然后上面穿牛，可是我们刚好在面摊吃阳春面的时候，刚好老王也坐在那边，然后他有破洞，比我还时尚。老王的真的好简单哎、啊，真的吗？那是要搭什么？可能上面就可以穿 leggings 或者是牛仔裤啊，然后你可以搭个丝巾，就是用配件。墨镜，对，OK， 好。这一件我觉得我看到它的这个边好好看、哦，它有好多色对吧？嗯，对啊，还有绿色的。这个下身怎么搭？你帮我们搭一搭吧。还有绿色，对，我看到这件绿色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绿色，太好看了。哎，搭好了。如果是要搭的话，就可以搭这样子。嗯，那我简单一点的话，可能就是搭一个素色的。嗯，这样子。好美哦 ，OK， 像这样的话，其实在边边有一些这样的设计感，而且这个料子是什么料子？好舒服哦，雪纺的，这是雪纺的哦 ，OK，、啊、可爱，这很可爱哟、哦，这很可爱，对，这其实你看眉毛跟耳朵都是，我好想打扮成她这样哦，纱裙又来了。女孩的梦，对，女孩的梦，她选还是要像王心凌那种瘦瘦的，有没有？嗯，你的领子，你的领子在哪里？六步啊，来往前。我的领子 ，right？ 你一定要买起来啊，有没有买来干嘛？有没有摄影师？好美哦！女生的梦幻领子。对啊，一定要买的。Right now， 可爱啊 ！I love everything。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一杆。对，这一杆我会觉得是他们很有特色的一杆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？最新的，最新的版子。你们在这一杆都摆的是？哦，就是我们自己出的 T 恤类，嗯 ，T 恤内搭 legging 啊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像这个真的哦，好棒，好舒服。像这个的话就是夏天，然后你里面就可以这样当长背心，嗯，对啊，可以当洋装穿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里面配短裤啊，长裤都可以。像你们这是员工投票决定要做什么颜色吗？做棉色，是这个颜色吗？啊、对，就是如何决定你的颜色是怎么决定？是我们老板决定。哦，对啊，很美耶，像这种的话也是像你刚刚讲的，就是配那种超短裤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像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这个像这个的话就还蛮好搭的，就是夏天的话，你可能就是天气很热，然后你可能进到室内的话又有冷气在吹，如果有点凉的话，你就可以搭这个，就可以可能会防晒，然后就可以就是，而且放包包里面它可以遮得很小，对呀，就可以遮阳，很好好看哦，这件多少？1050，那大家什么时候会有一些贵宾折扣吗？有啊，怎么样可以有贵宾的折扣？班上忘了，或者可以当会员。是有把眼睛紧紧的闭起来，没办法满成2万。我已经是会员了，我已经会员。所以大家来都说我是陶晶莹的朋友，可以这样吗？姐妹淘的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啊，应该可以。人真的很好，真的就姐妹淘推荐必有佳货。我希望。看到你还是在这里上班，微博老板说干嘛擅自打折？谢谢。好姐，好姐，你的名字他妈点来一点吧。哎，你的头很大，弄这样会痛吗？可能会哦，看快穿啊！看吧，可爱，我觉得整个人不一样，真的，因为他刚好配到我裤子的颜色，有点裸的感觉，对，真的蛮好看。不瞒你说，我的头开始痛，所以我身上是有发箍。就说要打牌吗？哎、欸，你看这个项链，它是这样子，很好看哎、欸，这个好亮哦。铁塔是女人的梦，但事实上我去过巴黎铁塔，下面我们一起去过。
且我们两个那时候很想吐，那时候我们两个食物中毒，而且好冷哦，风很大又黑，真的吐了，已经吐了，每个人抱着一个马桶，一个人一个，然后那时候说一定要到天明去啊，然后就到那下面这样往上看，就这样，好恶心哦，风很大，然后就想到大金刚拱拱拱会去摇撼那个脚，然后就是一些钢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拜铁塔远望比较好，你近看你就像，因为它打灯，你在下面是看不到的，是十大建设参观吗？很讨厌哎 ，OK 了，走吧。Now my gloves are up again.